划的部分哦，因为这个就是来自于你的，就我针对这个回馈就是很特殊化，懂意思吗？好，不然老师也可以讲理论啊，怎么讲啊？但是你怎么做的，针对这个就有意思了。好，大家学要方法，好，学不是乱学，这样理解吗 ？OK， 那我先把它回来。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部分，跟大家讲。今天我慢慢要进入深水区了哈，深水区了。我们天涯的部分，老师先做一件事情。外籍生来，老师需要有一段时间讲英文，我先讲了哈，没有办法，对，没办法，我放弃他了，这个太难了。他毕竟还是一个辅系，好，就双修的概念。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好，首先呢，我们上次介绍了用图解法了，在这边，看一下，对。就是我们刚刚也考的，老师这个都有一步一步连起来，我并没有改，好，所以你们好好学，你因为学得好。好，我跟大家讲，我们在这里呢，还没进入到放大器之前呢，我们需要知道偏压，这个偏压很重要，你偏压的对的话，放大器才会对 ，OK 吗？好，那我不知道麦克风为什么会这样哈。两个方法解，其中法解我们教解析法，解析法就是代公式，它做法就像这样，让你知道，因为很熟了，因为已经考过了。哦，我们开始看到之后先猜，那猜的时候，当然你要知道 VGS， 你没有 VGS， 并没有办法决定葵花宝典的判断位置，对不对？所以你第一步一定要算 VGS， 这是解析法。工程师，你再到业界去哦，要做第一步，他们不用这个，他们就用老师现在教的图解法。好，我先讲一下哈，图解法用这个方式，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你拿到 CD 4007，我们已经在实验课里面已经很，啊，老师已经引导你们要把那个二次式里面的 K， 这怎么叫 K？ 二分之 μ c 和 W 除以 L， 这个东西叫 K， 我们没办法去变，我们没办法去改变 W L， 懂不懂意思？MUSCOX 是台积电决定的，你根本没办法改变它，懂意思吗？那我们不是做 IC 的人，所以我们 WL 没办法自己设计。好，我们当然现在没有这个课，以前我们电子系有三班，一届有三班的时候，老师都会教内屏、进电路或各或群，或是 IC、MUSI 设计，我会跟他们讲 WL。工程师的厉害在设计 WL， 因为你还对 model 非常了解。理解吗？这个我们没办法操控的。我们这个礼拜二的事情，我这个都没办法做，所以我要你们做出 K 来，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只能做的事情，只有它的电源跟 VGS 你能动而已，其他都不能动。解码上面，你只能在外面修电路。OK， 所以我会把后面这边的 focus 在修电路上面。虽然我用的这门课本，他们还是他。那个叫做拉扎米哦，这个是一个伊朗全国第一名，然后今天美国在美国教授，这个很聪明的一个人。啊，拉扎米这个教授呢，这本作者呢，他还是会，他因为他是 IC 的，学 IC 的，哦，跟老师是同行，学 IC 设计去类比，哦，这个大略哦，这个部分，所以我还是会带大家做一下这个题目，哦，其实就是公式，这边用 K 不看里面，还是要看里面，差别在这里而已，哦。好，那来看一下，那上次我们讲了两次，来就是叫简单分压，简单分压好像 VGS 直接给一个从 Power Supply 来，跟你礼拜二做的事情连接起来，我们的工作的东西是实物的，为什么电子学比电路学还要好玩？是因为电子学是摸得到的，电路学全部都是理论，数学你搞很多，对不对？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没有电路学实验。哦，我们的电路学实验，我们系列的电路学实验室哦，知道吗？好 ，OK， 你看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你很容易从我们的机器上面，桌上机器里面拿一条我们双轨独立控制 DC 值，一个控制10，一个控制5，对你来讲很简单，对吧？仪器直接过来，这叫简单平压法。那我已经告诉你了，我等一下把这两个，还有上礼拜也跟大家讲了一个叫做，这个就分压或者是电阻分压的一个平压法，这很简单。它只是在这个地方，当然我老师这个地方故意出不一样的。其实哦，你在业界的话，这个是一样的。好，因为你进到板子呢，你的专案经理要求你下面的工程师啊，要用一组电压而已，所以一个 DC 值进来之后，你这边 VGS 要设定多少，你自己去改变这里。所以这里老师为什么给一个 VR 就这个道理。你看去调它，你要往谁的往谁，所以去调什么位置你调，如果你调的你调，知道吗？你调它，而且它还会用图来做，一样大的负载线要先出来。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第三个。自偏压，好，那我进到自偏压之前，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上面两个方法，它里面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我要跟大家讲，注意精华，别的地方听不到，补习班听不到。首先第一步，不管是这个分压法，或者是自偏压法，对不起，这个简单偏压法，你都要做一件事情。负载线要画什么画？你只要知道两件事，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这个地方来，直接给你好了，因为老师今天要讲的东西蛮多。重要工作，第一个，供应电压，你给多少，你可以在这个线上面描出来，对不对？对吧？你这个是多少，你可以描出来，对吧？这样对吗？举个例子，我如果是15伏，我在这边，你这个简单表你在这边15，我直接画在这上面，到这边。重温一下上礼拜的一个过程，我跟大家 refine 一下OK， 你看这个地方15到这边，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的电路里面有多少电阻你知道吗？这个是下面还挂了一个 1K 1K 所以整个这个回路方程式有2.2K 加 1K，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这样有没有问题？那不问题也没关系，也可以做，这样 OK 吗？好，你回路方程式会是怎么写 ？ID 流过包含 VDS， 包括电压的那个回路，就像我们要的回路方程式，听得懂吗？到这里有没有问题？一个 OK 吗？OK 啦，好，那麻烦你从天到地，什么叫从天？从目的地到地，你 ID 流过的地方经过多少电阻？总共等下多少电阻？是2.2K 加 1K， 没问题。3.2K， 好，3.2K 我要问你了。3.2K， 然后这边的截距是15，这边3.2K 的斜率你会知道吗？对不对？很简单嘛，对不对？这样没有问题吧？3.3K/1。这样理解吗？你就知道它在哪里。OK， 那如果你要用截距式，你在这边找截距电流，那也很简单。我把这边压到零的时候，所有电压15完全降在3.2K 上面是多少电流？就是它的截距，那是多少？15除以3.2。对。2.2加 1K， 对不对？等一下，你可以算一下，它3多吧。5多，4多，4.8吧，4.8，厉害哦，好，假设4.8 ，OK， 没什么问题。我脑子中这轮算一下，好，除以3.2，好，4.68，4.7，准的，4.7，好，差的超准的，对，4.7，那4.7在哪里？你家就别说在一样哦，那比4.7啊，将近5了哈，你家好不你家，有些熊贵，太熊贵有啊。好，我们从这边拉一条线过来，这就是你的权益，非常好做。阿杰，阿杰，吴杰，保证在哦，拍手，接死你接哦。所以加麻烦，但是这样有一点，老师刚刚讲的，你的 Q 点已经在上面滑动，滑动，这边电流会有那个，这边电流会有压降，会有电流就会有压降，所以这边一定会少为5，因为这里到这里是5，这里吴杰是一定小为5，这样理解吗？好。所以你一定是在这边，你教一定在，你怎么厉害啊？
你不容易看你大概在这附近，你已经很厉害了，知道吗？这样理解吗？好、哦，啊，你家宝贝彼得，这个要进一步看了，好、哦，有机会进一步看了，这样理解吗？那会在哪边？这个稍微有点复杂一点哦，稍微复杂一点了哈、哦。我画慢。会在哪边呢？比如说以这一点来讲，是1、1、2、3、4，这个是4的话，这边下来大概是这个5、4下来4，然后可能再下来一点。好，我假设是这是 VDS， 但是这 G 来讲，这边5，这边这边是4一点多，这个4可能在这边。好，它会跟它交在这里。OK， 它是4的时候，你要算一下。好，老师的意思说，这个部分老师就不在这边详细做了。你在这边移动，等你到这里的时候，你看一下这里 VD， 假设在这里哈，我这线不是很直。如果它交在这里的话，你会得到这边是5、6、7，5、6、7，好，没有比到8。如果到8的时候，15伏，这边已经8伏了，你可以分一下，这边是多少？好，我们才2:2啊。好，15减8，剩下7，7再分3:1，啊，2跟1，这样理解吗？好，那所以7×3/1大概是多少？懂我意思吗？你就可以算出来。啊，如果你算出来的电压哈，这个差不多的电压大概在这里，懂不懂意思？老师先讲一下，这样 OK 吗？你就是这么做的。这个因为有它会稍微复杂一点。好，但是也是一样做法，这样清楚吗？好，这边你们听起来有点模糊，对不对？因为这里稍微有一点，对，稍微有一点复杂，对。好，好，我再讲一遍，我再讲一遍。第一个 Q 点在上面，啊，这个地方一定比5小，懂吗？所以你大概在这一段，好，比5小。你的 Q 点大概在这一段，那、啊、怎么确定在哪里？也不难。你在这滑动的时候，你可以 try 哈，因为这边已经没有公式，用图解就没有公式这件事了，理解吗？但是我忘了国中2年级学的什么样。好，来，我来，我觉得差不多了啊，差不多。说这图也不是很细，又来了。喂 ，Hello， 听得到吗？好，好，我跟你说，你看。这个地方只要3.2比3:1，电流流过来 ，ID 都一样，所以这里的压效会是2.2比1，同意吗？这边的压效2.2 ID， 加上这下面多少一个 ID， 还是要有一点算法的部分。这里是 VDS， 同道就等于15嘛。所以你要去找在线上加上这个15减去 VDS， 到底你的 VDS 在哪边？线上你每一个线上滑动都会得到新的 VDS， 来，对不对？好，这样理解吗？好，各位好，那同理它有 IDS， 别忘记 IDS 跟 VDS 有关系的，因为你这条线呢、啊，这条线呢、啊，对不对？什么关系？请问就看单麻利 loop 15等于ID 3.3 ID， 对不对？对，3.2 ID 加上 VDS 加码，对不对？所以你的这个 ID， 所以说你其实唯一可以解答的，懂意思吗？到这里有没有问题？你可以得到 ID 吗？老师从这里就直接在这里还是要用到算公式哦，理解吗？好，你就把它这边我看一下，哎，这其实就是这一条，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一条。然后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哎，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用？这就是负载线，我用了一次，另外一次是什么？那就看图形了，也没有了。图形上看，好，好，那你就是一种先猜 trial 的方式 ，trial 听得懂吗？先试。好，我讲到这一点好了，然后随便讲，刚讲8，对不对？我们看一下，6、7、8，第八，因为我线不是很直，好、哦，我看一下，应该会交到这一点。那这点是多少？来过来，
六七八这一点过来，好，这个是多少？二左右，我打交在这一点，听得懂吗？哦，这里不会难，这边是二，我如果是交在八的地方，五六七八，好小哦，我考验我的眼睛。八的那种，看一下，九，八十在那边，这边，好，八在这边，啊，那个线不直，我假设它是交在二的地方 ，OK， 这样 OK 吗？那 VDS 如果是八，这边剩下七，就我刚刚讲的，哦，等于这个 ，OK， 所以你这个就八的话就变七了，对不对？这如果是八，这边就变七，那七你的 ID 是多少？如果是二的话，乘以3.3。3.2，差不多6.4，差不多嘛，对不对？七跟六差不多，好、哦，七跟六也是，不是很刚刚，因为你线画出来也不会刚刚好，因此你可以说你的 Q 点，你的偏压点，哦，约莫是在这个 ID，OK，ID 呢等于二，电流等于二的地方 ，VDS 呢？等于八的地方，就二分八的地方，这样理解吗？好 ，OK， 那当然你这个有了之后呢，像这个 ID 如果等于二乘一是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三，你会在三的地方，懂不懂？差不多。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方式，对他来讲用图解法，你如果你在礼拜二的实验课里面一画，你过来你就先真的先这样量就好了，你就第一个你先知道你正确答案大概在这附近 ，OK， 如果这个公司给的这个构筑的话，你一接这样子，大概会发生在二跟八的地方，电流二 ，ID 是二，是八的地方，这样理解吗？哦。是这样做，老师等于把上礼拜的东西又在讲一次，当然这个是更精准的东西。到这里也没有问题，那上礼拜老师应该是用这个，用这个又比较简单，它下面没有 RD 的，没有 RS， 没有 RS 的。哦，好，到这里 OK 吗？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自偏压的方法。好，来第一步，之前讲过自偏压在解析法的时候，自偏压。这边啊，就一定找饱和区，这个同意吗？同意吗？为什么知不知道 ？gate 没有电流，所以 gate 的电流 ，IG 没有电流流进来，构造上的关系，这个是一个电容器，对不对？我们都算过的，所以它不会有电流过来 ，OK 吗？可以哦。好，那为什么它是饱和？很简单，我再讲一遍啊，你可能。各位，这个讲过的，老师真的说真的，我们顶多是一个复习的概念了，不能讲的很多的，啊，这个不需要，啊，因为这是你要花的时间，这样 OK 吗？好，看这边，如果这边一旦反转，当然是 VGS， 当然你保证 VGS 已经大于 VCH 了嘛，才会反转嘛，有通道，对不对？那现在就是 VDS 这边，如果你这个跟它一样大，大家看，在低端就是 S 端，就是 Gate 端。在低端这边的这地方，两个同电压，并没有压降，没有电流的话 ，RG 这个电压跟它是一样，也就 VGS 跟 VDS 是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没有不会有反转层，同意吗？当大产生在低端又没有反转层，这不就是饱和的概念吗？对不对？就是饱和啊，对吧？加持在低端，这样有没有问题？可以吗？对吧？听到，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听得懂吗？感觉是好像不太懂的样子。记得我们那个动画吗？我们那个外国的动画，如果就是要够大，你要大于 VTH 它才会反转嘛，因为你要克服空麻区。把这个电动赶走，因为它的基底是 P 型的，把电动赶走，正负 MOS MIS 嘛，对不对 ？MOS 电容，可以吗？啊，所以我这样的，我回到最基础的结构上面讲解，问你们基础这边没有很理解，
汤道要产生，不然它基本上下面没有电子层，对不对？根本不用讲，它更不会导通电，按一样，根本不会电流的。墨石的厉害就在这边，哦，这样理解吗？这个造成我们现在微电子，你现在用到的所有细半导体的所有东西，都是因为这几个人发明这种方式，造成电晶体，造成现在太可怕了，影响我们。到现在，事实上现在即使是化合物半导体，你现在看到的射频的东西，他们完全也都是用 FET 来做的。这种反转这件事情，就当初哦怎么想出来的？把人类的电子革命改成这样子，所以反转这件事情，他们发现这边一定要加的更多，这边会跑上来，薄薄的一层，这样理解吗 ？OK 啊。好啊，为什么这个商圈这边就会是导通？我只要这个地方大于 VGH 就可以了。VGS 比较大的 VGH 这边就有上下层之间就有电荷，好，在这里是 MOS 了，就电子，对不对？啊，你下面接这两个人短路在一起，当然在这边是没有的嘛，对不对？一定是没有的，因为它根本没有大的 VGH 嘛，那就是已经到饱和区去了，对不对 ？OK 吗？好，就是结果哦，这是结果。好，所以这个回答是 yes 的。好，这个不会考哦 ，DS 哦，一定要考下去，对不对？对，还有解释哦，为什么？啊，理解吗？为什么？一旦你知道 VGS 是大于 VTH 的，如果你把这两端接起来，那一定是在饱和区。啊，我告诉大家，如果有机会，你可能不会检查那么细，有机会你把用 MOS 的这个放大器的电路打开。板子上去找啊，电力元件非常多，你去找，你看到 MOS 里面它的偏压基本上都是用这种方式。我等一下解释为什么，因为它保证它在保区，就保证它有放大，保证它不会跑掉。你问这个什么电，它是怎么老化，用了十年它还是保证，因为你把这两个连接在一起了，懂吗？啊，它有坏处，对 IC 来讲会对低电压的 IC 又比 IC 它没办法哦。把这个都保证会一定会饱和区，啊，但是当你上下电压很低的时候，啊，这个比较深的，啊，这个有机会我们在别的课里面再跟大家说明，啊，有机会，啊，好，所以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用 graphic 的方式，我们用图的方式来解一下 ，OK。我全部画线的，然后把这个东西，我再给一个例子，等一下我给你一个，你要做一个，然后放到 PPT 上去。我先 demo 这个给你看，示范这个。如果我先画一个 AK 的，好，我先下面我把它拿掉了。各位老师刚刚花了还蛮不短的一个时间讲到，如果这里有 RS 的话，现在我把它变成更简单，我这边就是 RD， 这上面就一条电阻而已。OK， 所以我的 VGS 跟 VDS 这个 S 端是一样的，对不对？好 ，S 端是一样的，这个 S 端跟 D 没有位差的，没有电位差的，这样理解吗？好，我来 demo 一下，我示范一下。OK， how to determine the Q of self-fire circuit？ 哦，怎么决定？哦，自偏压的这个电路 Q 点在哪边？六柱接法。首先，记得刚刚我们讲的吗？我。前面两个简单偏压跟这个分压偏压法，老师总结帮你们解了两个 key， 两个关键的这个关键步骤，你是要记起来，非常重要。有没有我靠起来？我在干嘛呢？这江湖的，啊，江湖的方式最快。我们现在还在开端哦，我们还没进入到放大器哦，但这个东西要弄准。除非你把它弄准了，不然你再多厉害讲偏压，讲那个放大器都给，因为你有轻点的噪，有噪频道你就完蛋了，你的音响啊什么都是一样，理解吗？好，我从这个 demo 给你看，一样的做法，你能发现在期中考之前教的解析法，你要这个公式弄来弄去，哦，比较麻烦，最主要是你公式不准，我还是蒙。实验一、实验二，你改了，你全班的 K 要弄满换，不缺其他弄满换，没有一样，知道吗？哦，好，来看一下，但是你这个从公司来的，这个是一样的。好，翻译。
要让白纸做一下，跟我这个方式做，我现在改。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刚放过去的 key。第一件事情，各位老师，编辑改大机啊，编辑改。对，来这边看。公定啊 ，supply origin，OK。哦，那是还有 ，the key very important， OK， to solve or determine the queue bias for three types of bias circuits， the simple bias， voltage divider bias and self bias， OK， all in one， this set for key procedures， 好不好？那来看一下第一个，然后第二个顺便看一下，我们翻过来了。第二个的话，你找到它之后，在那个 X 轴上面描那个定压的点之后，找出那个斜率就完了，全做完了，这么简单，这么简单。好，我们来看一下，几伏特，供应电量多少？十伏特，来，你加十伏特来。老师，现在背我的款，你想做款，你带你让你表演哦。等一下，我会邀请一个人上来做啊，你们先做，每一个人都要做哦，这样才有学到东西。好、哦，好、哦，老师讲是老师的，你要写，你要讲，那是你的。十再来多少 K？ 一 K， 一 K， 就单单嘛，一 K 叫我的先进往前，十嘛，说例子加，对，改良，对，好、哦，或者你说我在这边，我直接知道一 K 的斜率这样画也可以，啊，简单的是在这边再画一个截距，哎，我改良。你的 Q 点就在这上面，啊，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到底是谁？你在上面你能找出 VDS 等于 VGS 的点吗？啊不，对不起，哎，对对对，因为这种没有电流过来吗 ？VGS 跟 VDS 是一样的，来，红线上面哪里哪一个点呢？哪一个点是 VGS 等于 VDS 的点？你在这边滑。五好，有人说五在这边，五它会交在这里哦。有拐绕的平了呀。六五不对哦，五过来它是六，它的 VDS 是六 ，VDS 并不等于 VGS， 来，拜拜，它会更大一点，更小一点，你想想看，在往左边移还是往右边移？比方说这五不对，五不对，五的 VGS 在这边。但 VDS 在六的地方，并没有满足这个 VDS 等 VGS 的条件。好，还要再往右边，对，好，应该再往右边，再往这边来哦，哦，往这边来 ，VDS 不对，不对，不对，要往上，对不对？要往，对，往也不是往上，这边有吗？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哦，分是多少？啊，这边 ID 啊，应该往这边没错吧？往哪边？四点五吗？也是往这边会进行少一点，就是哎，应该差不多是这样的地方，对。这边我们差不多是在，我看一下，四点五，因为在这边过来一点点，这是五，四点五可能在这边，但是可是四点五不也是不对，不对哦，不对哦，不对，这是五，然后交到这边，所以你应该过来一点，对吗？五点多一点。五点多，应该是五点多的地方，看到没？来，老师再讲一遍，你这边五过来交的点应该在这边，在大于六 ，VDS 六，那怎么办呢 ？VDS 太多 ，VDS 跟 VGS 要互相靠近一点，怎么靠近法呢 ？VDS 缩一点 ，VDS 缩一点的时候，在这红线上面，哎 ，VGS 会上面一点，那是刚刚好，对不对？刚刚好，对不对？各位，这是 ID 哦，这里面标的号码，这个数字是电流哦。这上面标的，上面的这三个，它是做了三条，它是 VGS， 所以你会往左边来，懂我意思吗？你会往左边来，可能我大概 5.5 左右吧，大概这个附近，这样理解吗？哦，你是用图形画，哦，你如果画得准，它位置如果给你跟这边标起来，没问题的，这样理解吗？很简单，内插这边。来，五跟十之间，你内插等于是五跟十这两个边界在这里，五
有几条？一格、两格、三格、四格、五格、六格、七格、八格、九格、十格。十格有五，一格就是0.5，大家理解吗？一格0.5，所以如果你在这边的时候，它会是在我5.5的地方，可是你这里只有五，对不对？不一定是只有五。如果你像老师的话的直线，它是交在这里，听得懂吗？这里 VGS 是五，但是这里是 VGS 等于5.5的地方。OK， 这样理解吗？所以呢，以各位来讲不啊，这样懂意思吗？哦，这边是五 ，VGS 五，所以它会下来一点点，下来一点的 VGS 少一点，5.5，稍微五跟5.5之间，然后 VGS 也会多一点点，在五跟六之间，5.5之间，这样懂吗？所以它大概是4.5，可能在四，在5.5，对不起，5.5。好，这边有十格，那是有五，所以每一格横的每一格来讲，平的以后跑过去以后呢，一格是0.5，不接是0.5每一格，懂意思吗？写一下，它变化是0.5。符每一格，每一格，第二位就是每一格，好，每一格，我写中文好了，可以吗？好，好，我这里，我刚手在那边，你看不到啊，抱歉了。这里是5.5的位置，无界是5.5，但对无界是五，所以这也不对。你要一样，要一样怎么办？这边往下面一点，5.5太多了。你下来的时候 ，VGS 会多一点，它会碰在一起，对不对？那我们就内插就好了。我们比五跟5.5之间，五不对嘛，对不对？五不对嘛。哎，你可以内插。哦，我帮你取中间嘛，对不对？5.5跟五，那就5.25，再5.25，5.25再来它也会5.25，这样。这个要用线画才知道，你如果很细的话，都自己画就知道了。因为在这边我很难，我这边等于一定得再用内插的方式来做哈。要做不是不行，因为这边对你来讲太细了。哦，因为我放大就只能这样哦，这样 OK 吗？好，我的意思，好，所以你点大之后，比如说我认为应该会在这边，好，我认为会在这边。区的话，大概我跟我是5.2左右 ，VGS 一样5.2，好，5.2，这是5.5的位置，这条是5.5 ，VGS 是5.5 ，VGS 在5.5的话位置又不对，所以它来都小一点，好，因为它再靠近来一点，这个中间我到最近没办法切了，它在中间，好，我认为我如果那个插在中间就是5.25，但我们不能切那么。我们不能预估到两位数，我们要最小刻度的下一位，所以我预估5.2，也就是我的 VGS 跟 VDS， 这样看起来，我这边用我的极限眼睛去看的话，在5.2伏的地方。那5.2伏的话，你很容易再带进来。如果这是5.2伏，这一 K 的话，你再算出电流是多少？我们这又算的了，好，一 K 多少？4.8。用在4.8的地方就很合理了，因为你画不进去了，老师笔也粗了，对不对？这个格子不够细，说明你安培，所以你给老师的答案就是4.8跟5.2伏的地方，这是你的 Q 点的答案，懂意思了吗 ？OK 啊，好，现在轮到你表演了，你上场了吗？我现在给你一个更简单的，麻烦扫个 QR code， 我现在把 R
从一颗换成500欧，更要不过我一次只换一个，让你好好做一下，来你试试看。我发现我去西班牙拿纸，你做一下，你手边应该没纸嘛，对不对？我去西班牙拿纸，你做一下。So please please, so example for you, okay, please determine what is the cue. Okay, give me your QID with the VGSD. Okay, 给我 ID, 好 ，Q 点的 ID, 电流跟电压打中了。OK, 好，你们休息一下，想一下，我去拿纸来。哦，好，那你看错，那就上传。好不好？老师会给大家回馈，有上传的人老师会讲。也就是说，等一下我会把这一题从你们做的里面来讲，说，哦，做的怎么样这样子，好不好？哦，请大家一定都要练习哈，好吧？各位拿那个看手机的喽，不要花这个时间。那手机你回去再看，哦，回去再看，这样理解吗？我去拿白纸来，每一个人发一张，哦，麻烦一下，你上去之后就建立栏，就是。很简单，就是电压，这电压的图就是嘛，好电，然后下面姓名学号，写在白纸上拍照之后上传，好。OK，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那我把纸拿来，好，把纸拿来。练功，来，先你们试试看，我做一半。我再帮大家再做一半哈、哦。首先第一步，你把那个不用讲的，嘴巴讲的，把15标在你的上面。我们看一下，老师没有发给你那个，好、要发给你图哈，应该发给你图才对。来，发给你图才对哈。好，尽量不要迟到哈、哦。老师的规矩是这样哈、哦，迟到是要扣分的。不要迟到，不得已。这样说你啊妈的！啊，没有，尽量不要迟到，因为老师不会等你就开始啊，我不会等，因为对这个主持人是不公平的啊，我对进修部这样讲啊，一样的。好，你现在要的应该是这个图，我应该再印给你。好，那你现在先这样，然后。我需要给你这一张，我确定，好、哦，所以请给我一点时间，让你先知道，你把这个电路画起来，好、哦，明白 ？OK。对，老师百密一疏啊，我忘记你这个图应该要递给你。
结果后面还有一个，其实直接写在这一张也可以，那那张白纸给你当草稿也可以。好，你不用传两张，一二三，好，一个，是不是该有做过哦？有做过，你会，然后会讲是最好。好，我是给5分钟，好不好？来，赶快做。
给我们做，好了，来。关键步骤第一步，你先标好它的原那个电源，电源的点在你的图上面。好，我想到这里了。其他部分的话，那条线要怎么出来，你要去想想。你现在想通了，你每次就都会通，这三种都会做。好，你 Q 点就在那个线上面，我那你来看。第三个就要找你的条件。通啦，这条件而已，就找这个条件。看一下，啊，你现在是变五百 K， 五百欧姆，5.5K。看一下，有动画，500欧姆。你现在的产品，你要讲告稿的意思啊？我的产品群是500欧姆，我做给你看的，对不对？我们找一下500欧姆，500欧姆的就会更，哦，斜率就不一样喽，哦，斜率就不一样喽。OK。In the case of RD with RD equals to 500 ohms, and the slope of the load line.